据观察者网报道称，当地时间7月7日，俄总统普京会见俄国家杜马领导人和各党派负责人时，对乌克兰及其西方盟友发出以上警告。他强调，自特别军事行动之初，美西方就已清楚了，因为这意味着美式世界秩序崩溃的开始。综合俄新社、今日俄罗斯、美联社等报道，普京当天重申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于2014年乌克兰政变的支持导致了顿巴斯地区的战争，意图利用乌克兰的冲突孤立和削弱俄罗斯。他指出，西方想要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，声称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，这对乌克兰人民而言是一场悲剧，但事情正在向此发展。听说他们想在战场上打败我们，那么我在这里能说什么呢？让他们试试吧，普京说。我们甚至还没认真开始做什么呢？他补充，俄罗斯仍未放弃和谈，但那些拒绝这样做的人应该知道，时间越长，他们就越难与我们达成协议。当天，普京还指责西方拒绝俄罗斯提出的在欧洲建立平等安全体系的提议，拒绝在反导防御问题上共同开展工作，并无视有关北约扩张不可接受的警告，试图将集权自由主义和普遍禁令强加于世界。但现实是，大多数国家的人民并不想要这样的生活和未来，他们不想要形式上的装饰性的主权，而是实质性的真正的主权，普京说。普京承认，西方国家发起的经济闪电战给俄罗斯带来了困难，但其效果远不及其期望，也未能达到播种分裂、打击士气的目标。他表示，还有许多其他国家对俄罗斯表示支持，而他们的数量只会增加。普京总结道，如果西方的目标是挑起俄乌之间的冲突，那么他们显然已经成功了。但在战略层面上，在莫斯科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那一刻，西方已经失败了，因为这表明美式世界秩序瓦解的开始，是全球向真正多极世界转变的开始。他表示，真正多极世界的基础不是虚伪的双重标准，也不是某一方为自己制定的自私规则，因为这些规则的背后只有对霸权的渴望，而是国际法以及各国人民的真正主权，他们遵循其历史命运、价值观和传统的意愿，建立基于民主、正义和平等的合作。